向你奔赴而来。你就是星辰大海。哎，交通局怎么？你怎么刚来？我说老师，我没吃饭，我没劲儿。你又找理由哈、啊？我到底看看你有没有劲儿。来，我向你奔赴而来。你就是星辰大海。我说饭也没吃，衣服还脏，我没法唱。你这样啊，我给你伴着奏，你听着音乐慢慢吃，好不好？好。你满意了？吃的你慢慢吃，手心前别还带刺的眉笔。吃人的你尝尝嘴，放松花想好会要你沉醉。今天啊，超，我让你看看我的上课实力，知道了？好的，好的，正直。老师好。哎呦，我张同志教的行啊。我无法挽留，我无法回头。上节课学的歌记得吧？嗯，今天有没有同学大胆点跟我一起把这首歌唱一下？来来，后面两位男生，三位女生大胆点，来来。这样，超，咱那个上别的教室。不是张主任，这不有个男，这不有个男生举手吗？举半天了，挺好的。哑巴，我不是、啊。不是张主任，你这样我得告诉杨校长了。我跟你们说的，昨天。我无法挽留，我无法回头，我无法接受，你现在马上离开我，兄弟呀、啊，想你啦。第三大哥的好吧，你笑的是什么？我刚才演唱时用到了怒音这个技巧，来，你给我试一试，小弟。啊，这样，我教你一个小技巧，想象一下你最痛恨的人，我要你的怒火，来。你那么恨老师吗？我跟你讲啊，同学们都听着，怒音啊是你的喉结和你的鼻腔的一个配合，然后用你的气把它顶出来，摩擦出来。来，你看我给你示范一下，吸气，兄弟，哎呦，提起我，你来回将我灌醉，我没，小玲站着迟到了啊，我没有所谓，我叫你站着去。你这个眼怎么了？不是我刚走的，但有个人无缘无故去给了我一锤，我看看，那掉颜色的，我用不用无缘无故也给你来一锤？你偷容偷容，去你妈的，滚出去站着！送你三月的风，六月的雨，九月的风起，大雪漫天飘零。还是手机好，不是你这节奏我根本都跟不上、啊。炸！你满意了？节奏开始来。为你唱这首歌，没有什么风格，在漫长的旅途，下一站结束。你唱的是一首歌吗？不是，好听。你要尊重原创，知道吧？那随便填个词儿，那都成原创了。真假的？来，你说，你听听。抓鸭子，抓鸭子，抓鸭子，抓几只？抓鸭子，抓八只，抓着了，抓着了。嘎嘎嘎嘎嘎嘎，嘎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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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嘎。江东怎么了？谈对象被女朋友甩了。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，叫你不要与有红线，看到没有，同学们，这都自找的。来，这节课就学这首歌啊。想你的夜，多希望你能在我。换首歌吧，现在都这么难过了，换首欢快一点的。欢快点的。对呀、啊。我静静的尝一口你说的爱我，还在微微你给我的温柔。对，张主任过分了，过分了。那就再换一首。你还要我怎样？要我怎样？每当你还要我怎样？就让我悲伤。看到没有？这就是反面教材，都不要学它，一点格局都没有，是不是？等会儿啊。张启轩，我们分手吧，你一点格局都没有。你还想我怎么样？我都没有首
歌啊，可以表达出很多种情绪。来，你给我设定个情境。你恋爱了，你看好啊。我爱大轰轰烈烈最疯狂。又分手了。我爱他轰轰烈烈最疯狂。分手了你还想着他，这个顶高两调。我爱他轰轰烈烈最疯狂。他来找你复合，又把你怀了别人的孩子，你死定了。好好烦。这怎么每次在情歌对唱这个环节你怎么那么不和谐啊？是我没感觉，就咱班女同学的颜值达不到我的审美。你满意了？你说我俩长相依，为何你把我抛弃？你可知道我的心里，心里早已有了你。做一下音乐表演的感受力训练啊！今天你俩就饰演一对马上结婚的小情侣啊！准备啊！听我说，手牵手跟我一起走，创造幸福的生活。哥哥，你俩这有仇吗？你这是准备去结婚还是准备去离婚？不是，老师，你刚结完婚。对，我们两个男的怎么感受到这个呀？你俩满意了？听我说，手牵手，微笑，一起走，穿上新，开心点。亲爱的，我也送你一块手表，说不定能彰显一个男人的身份。这是我拥抱你的爱人吧。昨天已经过去，今天已来不及，明天我要嫁给你。我将出如龙，乾坤撼动，一生破苍穹。哎，你又得找什么理由？不是，老师，你弹的是流行，这歌是古风的感觉，这不对。炸！这下对了。一笑破苍穹，长江人。祝你一笑一笑一笑破苍穹。直到确定爱你，我不管，我不管，我不管，我无法这样期待。考第一的吗？在这儿天天破音，在这儿我一直这么教，他们能考出去吗？这样学没毛病啊，但是我这么教关你什么事儿？吵起来了，管你吧啊！咋了今天这儿？又是气走了，到位看不了吗？我不管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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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还能管啥毛病吗？他怎么这么快？你要干啥？我辞职了要。祝你生日快乐！哦，是设计好的呀，原来。我今天满足你听于老师的课，怎么了？没事，不上了，不用管他了。你骄傲的飞，栖息了夏天，听不见的宣言，重复多年。老师，我今天考得特别好，您辛苦了。你说客气，多知道感恩呢、啊，人家。你跟我这么久了，你什么时候表示过？不是，人于老师教的好啊。你要能给我教好了，我现场试鞋，咱现场买。可以啊，这歌不是我的风格呀、啊，这首歌。那你就别怪我不给你买了。听不到的弦外修言。哎，送你一个礼物。哎，唐老师，我就知道你会回心转意。这是我老公特意让我送你的钟表，钟表，表示你的心动，我们婚礼，我们婚礼。好，一定要来啊，同志。拜拜。我那么多遗憾，那么多期盼，你知道吗？我的手机啊，我听着吧，我好全网，还不跟我好好学，我现在没法出门了，出门都没。老师好，老师好，我是你的粉丝，特别感谢您唱歌，谢谢你们。怎么样？影响力？哦，能和您拥抱一下吗？哎呦，不好意思。好，谢谢您，终于抱到梦寐以求。
我那么多遗憾，那么多期盼，你知道吗？